今日包括 Ella 及贾静雯等多位女星登上大陆歌唱综艺节目《乘风2023》，受到许多网友高度关注。而去年这个时候，甜心教主王心凌也参加了这个节目，当时她因为演唱经典歌曲《爱你》，掀起大批观众满满的回忆杀，人气因此暴涨，还带动许多人跟着跳起《爱你》这首歌的舞蹈，变成王心凌男孩或王心凌女孩。今年520当天，她在社群平台晒出去年参加节目录影的照片，以及今年520当天运动的照片。她文表示自己去年520在乘风破浪，今年520在锻炼皮拉提斯。他同时写道：每一天每一年，希望我们都可以被爱包围。大批粉丝看到贴文后纷纷留言祝他520快乐，还有人敲完表示很期待他的新专辑和演唱会啊。